转弯的洞烧吗？在云林县林内乡有位40多年制销经验的国宝阿庆师，为改善吹奏者使用上的不方便，阿庆师研究出会转弯的洞烧。我就算细汉啦，就细汉我就对洞烧片啊，我就有兴趣啦。我咧做啦，我就是爱把物件做水啊，爱把东西做水啊，啊，你讲我做到过拢无呀？因为太喜欢吹洞烧，黄朝庆一头栽进主管乐器的世界，一做就是40余年。啊，都够经验吗？够经验吗？哎，够经验吗？安尼这学袂走了。对啊。就可以坚持这么久，然后就是为了一种历史的传承。阿庆师坚持从选竹子到调音都要亲力亲为，所有出产的洞箫都必须经过阿庆师的严格把关，甚至连小细节都不放过。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支持。提到当时制箫初期的艰辛，黄朝庆的太太好不心疼。我就是不得不就是要做做生意啊。每支洞箫的音色都不同，正代表着吹奏人的个性。而黄朝庆就像那把会转弯的洞箫，沉稳内敛，秉着爱屋及乌的精神，认真对待每一把洞箫。